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98期的节目，距离真正的1500期已经非常接近了啊。那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做的呢是赛博坦制的这个是能量金盔甲系列，这个人物呢是三箭头里头的喷气机啊，这个角色。这个头雕我觉得很喜欢，而且他这个和会啊，其实我觉得做得很霸气哦，有那个坏人的样子。那么载具的话呢，以照片上面来看也相当的 OK。那我现在还是抱怨一下，这个包装盒它就是直接把这个玩具就放在这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没有防护的这种做事。当然，这种系列的玩具这样子的包装你很久，那我在反斗城啊，或者是一些卖场都经常看到这种玩具，通常都是比较不好卖，卖不出去。然后随着它又是裸露在外面，野外露出玩这么久，身上一定很多灰啊，那最后就更卖不出去啊。所以我还是要嘴一下啊，拜托包装这个部分还是把它包起来吧。那么玩具的实体做得挺大的，它比一个正常现在官方的Deluxe 等级的话呢，还要再更加的高大。而且这个人物有个好处，因为造型的关系，它的后方这个完全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效果，人物站立性可以说是极好。后面有两个巨大的空洞，那这个空洞也是很迷啊。我是没有看赛博坦制的动画看到这么后面啊，究竟他这个人物到底有没有这个武器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啊。有一个类似于双头战锤的一个兵器啊，那也是只有一侧。那么各位应该有，如果你眼尖的话，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兵器的话呢，本身的话呢，我个人吧，如果不是节目要展示的话呢，我是根本就不会把它给拿在手上，因为印象中的喷气机是没有这一对兵器的啊。那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正常的话呢，是应该把它给填充在后面了啊。那么扣上去啊，就从这个地方啊，把它给，我看一下我没弄错啊，从这里啊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所以说这个，你到底要说呢，它挖偷胶来做武器，还是用武器巧妙的把偷胶补起来？这个看你怎么说啊，它反正两种说法都是说得通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造型就更完整，而且印象中它反正本来就没有那个武器。那肩上的这个，哦，三箭头是奶射线吗？我不晓得啊。那么它有一个触动机关是在这一手啊，两手的造型是不一样。你看这个打开，它是单纯的一个凸跟凹的结合。哎，上次被这个银河之力的猛大帅弄受伤的啊。然后另外一手的话就不一样，它是有个触动机关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触动得很好。你这样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咔的一声？它其实刚刚有咔的一声。它的这一侧的话里头，你看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机关。然后去带动这个部分啊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扣回去。那么它带动的话呢，是这样的，一扣啊，它是这个盔甲会弹起来，但是我感觉它好像带不动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啊，一瞬间很帅气的把它给弹出来。那么它的一个带动的机关就是在这里，这里看到有一个沟槽啊，我们这样子去转动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它这个沟槽是会动的啊。那各位知道一下，它会带动这个能量金的这个盔甲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它戴上盔甲之后的形象啊，这个像是鹰的头嘛，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一整个怎么的一整个埃及风的感觉。那漂亮是挺漂亮的啊，但是，就是这个触动机关，我个人觉得不是说非常的灵敏啊，不是非常的灵敏。那扣回去就是这样子啊，把它压一下啊，或许是我操作不正确，也说不一定。那么可动的话呢，头是没有可动，只有手臂，这只手臂可以自由的转动啊。二头肌跟这个手肘共用一个球形关节，拳头当然是不能转的，脚的话能够前啊侧踢，那都可以的，但是弯曲的话呢是非常受限啊，但比没有好。其实这个有膝盖可以动，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。那这两片翅膀是看你喜欢调整哪个角度，那么它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，这个变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飞机头啊给弄起来，往前面推上去，然后的话呢，两腿的话呢，这两边的翅膀弄出来。两腿直接做个合并啊，然后这个手肘啊就是往下放，直接往下放就可以了，往下放，放下来，这个转一下啊，这个把它给转下来到这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，那这里不是有一个凸吗？它这个凸啊要去扣这边有个洞，就这样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。这边变形并不复杂啊，并不复杂。这种能量金爆破系列变形还复杂，那就真的是很伤人了啊！武器把它给取下来，这个放下来，这样转下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孔洞啊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，就可以组合好了啊！这里，那么这两侧
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这两次好像造型不太一样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，因为它这个反正呢我是变的话是我只能这么转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没有其他转法吧。我第一次变的时候我就说奇怪，为什么翻到底盘看呢两侧的这个手臂的角度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地方又扣得上，那可能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吧。那这个不小心有点弹出来，把它给扣好。那么最后的这个奶射线应该是扣在侧边吧，对不对？这个两手的角度就不太一样，但是也不是很重要了啊。好的，那上方的话呢就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完成了它啊，不对，还有一个这里垂直的尾翼把它给扣上去就完成它的变形了啊。尺寸倒是很大啊，这个可能比现在的 V 级的玩具都还要再大一点啊，是还蛮够体型上是还蛮看的还挺过瘾，但是里头的空洞处比较多，那底盘就这样往下会动啊，这个我发现它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扣紧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它本来就是一个低龄化的玩具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载具其实还挺好看的啦，然后人形也好像也还过得去，以一个低龄的玩具来说，这款也不至于说有多差啊。那至于这个后面的空洞，这个武器你就直接把它塞到这里就行了啊，不需要去在意那么多。那就呢，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记录吧啊，这一款赛博坦制的一个喷气机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